沉一点，然后他的心脏的构造会跟我们不太一样，他的心脏会他的心脏会从前端纵贯他的全身，然后他会是属于那种好像长条状的，然后呢在心脏的地方它会有很多的动脉延伸出来，然后在心脏的地方呢它会有开口，像现在我们这样子啊，这样子要看啊，对不对？我先来看一下昆虫的构造，昆虫的构造。请问你们这样看的是什么？对吧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昆虫它的特征呢？昆虫的特征是有哪些特征？六只脚，六只脚，它六只脚，它真的是六只脚。对啊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从冰水里面把蟑螂拿出来，然后我把它擦干，把它擦一下哈，擦一下，把蟑螂擦干，然后放到我们的培养皿里面去，放到我们的培养皿里面去。有没有发现现在蟑螂变得蛮乖的？超乖的哦，好像不会动。好，好像不会动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蟑螂的构造，观察一下蟑螂。典型的昆虫嘛。那昆虫它的特征有什么？来，再讲一次。六只脚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是不是真的有六只脚？来，这边是第一只脚，有看到吗？这边是第二只脚，对不对？这边是第三只脚，第四只、第五只，哎，第六只嘞？在这里，第六只。刚刚不小心断了哦，好，没关系。但是我们最起码我们知道昆虫应该是要有六只脚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昆虫除了六只脚之外，它有什么特色？它有三个头、胸、腹三节，对不对？那头在哪边？这边。好，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哦，跟大家讲过。那这一只蟑螂虽然大家不是很喜欢它，但是它也是一个生命，对不对？它也是一个生命。假如它没有来干扰我们的话，我们是不会去杀它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它没有来干扰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要杀。因为实验，因为为了满足我们对于科学的求知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好奇心，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些科学概念，所以今天它为了我们的实验，然后会牺牲他的生命。